梅花娘娘，你爸到来哦，是龙子呢。别当挂当呢，你去当就太气，无这么乱叫。哎，那是叫做娇贵。确定啊啦，哎，娘娘，晓得替你服务。我实在让你笑死嘞，来啦，你哪想啊？过来咯，来来来，来啊！大王啊，你嘛行较慢嘞。啊！唔通袂给你即马大声大命，袂给你跋倒，等我一下啦。哎呦，放心啦，咱这个第一宝宝足乖嘞，哎，老老无甲我吵，一定是知影伊妈妈即马在烦恼啥，无你看伊即马嘛替我伤脑筋啊。啊，我姐，若是最后顶胖的旁边，到底是被什么困起？咱的宝宝当然嘛知影，但是这几个月哦，拢伫咧山内底找灵感，一定是想要找属于这树仔内底的气味啦吼。是啊，这罐香水我已经定调为木质调的玫瑰香味，要予人一款真耐闻，啊，佮清新的感觉。啊，不过为着香味，我即马也袂决定，除了檀木啊佮麝香以外。到底我藏什么，才会当平衡整罐香水的感觉？哎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哎呦，你真是要把我惊死嘞！有安怎无？敢有倒位无爽快啊？好佳哉有你伫个，我无代志啊，恁爸爸嘛无安怎？得看你啦，阿龙讲袂听，叫你加阿班来，佫加遐尼紧。来啦，我提手巾啊，用好等，替你甲手擦擦吼。条万，我找到，我找到味道，芳水气味啊，就是这款。海鲜清香，还佮有淡淡土的气味，你闻过没？这是什么味啦？无啊，那有甚物特殊的气味？就敢那土的味尔。拜托的，藏就侪好无？爸爸，你一定是希望妈妈发现，所以才用这款方式让妈妈注意到，对无？我就是要找这款气味，才会当转变头前玫瑰新来的味道啊！宝宝，你实在足巧的呢！哇！爸，哎，身体爱顾好啦。哎，哇，你看，爸，你快乐。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啦，哦，会当予人哦，规身躯放松，心情爽快，还佫有一点点仔催情的作用。虽然讲哦，因两个人即马是一人带一斤，啊，不过我这个香氛哦，佮吹了，我相信真紧就有进展啦，哈哈哈哈。梓潼啊，妈妈就是你的爱神丘比特。啊！你死查某，你好好我就唔去烦，你做阿斗的呀？哎，好，我今日都甲你拍好死，我哎，哎哎呀，哎，这个泡面是有好皮无？来来来，这是我家己调的啦。
家己调的。这泡面明明就是爱芙丽的肉丝衣，是当当年素媛小姐伊创立爱芙丽公司的时阵，伊调的头一支香水。哎呀，罢面哦是伊冠名的啦。地素媛迄个砖卡松根本都唔捌香味，伊哪有可能调会出来？唔是我咧操蛋哦，这个香味我闻一届，我就调出来啊！而且我阁有加入一点点仔会当提升气氛的香味。这讲你闻一届就当调出来？哎呀，这有啥物困难呢？虽然讲哦，我无真正学过香氛啦，啊，不过我嘛看过真济关于香氛的册啊。人讲哦，江湖一点诀，讲破都无价值啦。阿哥，你若是想要学，我会当甲你教。免啦，多谢。我对这香氛哦无天分啦。好，安尼听起来，你对这个爱芙丽敢若真有意见啊？当然冇意见啊。迄若毋是我的查某囝，要甲爱芙丽合作，啥物 Rose 事宜，我绝对哦会去拆伊的台啦。哎，对啦，我伫遮先甲你注下一下。你若拄到冤家的人哦，你千万都爱较细腻的哦。因全家伙啊，拢是妖魔鬼怪。除了伊迄个细汉查某囝万静玉以外，安尼听起来，你甲因敢若真熟啦？我才无咧洗咧，甲因熟。我甲你讲哦，迄冤家全家伙啊，是自头歪到尾啦。尤其是伊迄个查某孙啊。伊为着要诱拐阮查某囝的未婚夫，伊把梓潼害到凄惨落魄呢。还佫有啊，因全家伙啊，拢联手哦设计陷害阮梓潼呢。敢袂？我听讲这个素媛小姐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啊。我甲你讲啊，听讲哦，迄拢是假的啦。伊啊。根本就是是非不分，啊那无，伊哪会替迄对高兰露出主意，让因假死呢？伊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万条万接受廖开宏这个笨手啦，都是有这种外嘛，才会嫁出哦，啊这种啊傲慢啦，搁乌心肝的糟孙啦。伊讲的素媛小姐，甲刻板形容的，根本就是两个人，哪会安尼啊？